一共198元。嗯，刚好可以牛蛋鸡哦。咦，不到200。开了。老顾客可以再转一次。哦，3:16也可以再转一次哎。Lucky 耶，你知道集满三色蛋会怎么样吗？我想可能大概是再转一次。你好幸运哦，这一个是隐藏版的哦。我好幸运哦。再多的事前准备，更需要一次刻意制造的机会。每个小心机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，万中选一。相遇是幸运，但暧昧可千万别让自己听天由命。